我后面一点。好了，那吧。立夏是我没按到吗？还是？我以为还没到。你要走什么去？刚走绿线，一路观光。
下来。观光。不过绿线好像没看到什么好风景。还好啦，它就是看得到这一片海啊，还市区。哦，它这写是 CT View 是不是？嗯，就是扎红。天黑的时候就亮起来了。算有好了，我们的留寿都小时券，它的应该更贵。我们的留寿都小时应该也没办法消耗。你说没有到那么贵吗？因为他要卖的话就是这个季的啊，那这个季就这样而已啊，还错。看看雪啊，是不错吧？应该是。前面有个十字，但是这一段不算嘛？那里放了线。这里放了防撞柱，就表示这里是可以滑的。真的吗？下面有线表示那边以下不能滑。这右边是个黑啊，但是我刚看到有人那个，好馒头，颠得不得了。我有看到，这里的雪没有很多啊。对，就是我上次那个有人下的地方，我听他的声音很刮。啪的声音，有听到吗？嗯，对啊，这里这是高级班吗？对啊，这是练馒头，碰到馒头的时候顿一下，趁机转弯。要比这里谁下得快，这样。啪，嗯，这里我不滑。好，硬的就硬碰硬的不好玩。对啊。膝盖会很痛。嗯，又一个头出现了。咚咚咚咚咚咚。好像都硬的哎。咚咚咚。嗯，马莫纳克。好了，去那个红线，刚好看现在风景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红线应该是风景最好的，可是也要停下来拍照嘛。知道自己谈吗？找没有没有。City View Panorama。这边呐，
往那边拍的比较多呢，我停右边，你停左边，右边比较好。我刚拍好了，好了，好。哦，你要吗？可以啊。没有，这样还好。这样好了吗？哦哦哦，光脚，呼呼，好了，没人了。好，走。还好吧。皮鞋面，为什么他说红又说黑？还好，还是这是黑？右边红，左边黑。我看得出来啊。还是左边红，右边黑？左边黑。啊？左边黑。对啊，这里看这样还好吧，但是我觉得有点硬。宽度还 OK， 就这样而已。是还好。
走吧，我先好了。去去去去。车流注意，哎，这是故意走右边吗？我们刚刚这些人滑的方向，我们是刚刚是滑这些人滑的方向，但是故意走右边就变成要坐另外一个缆车。其实也没差哈，故意滑不同的路哈，走右边，然后去坐另外一个缆车，直直滑的意思。低的关系，我以为 你在很外面，结果是这个椅子超低，所以我判断错误。左前方有风，这缆车很慢呢，是真的那么慢吗？还是缆车没有很慢啊？不，我是说两轮的，他说两个人的，他说他连两个人的都做变速，因为我看到他有那个开关。嗯，很快，是很快。两人的，两人的。因为两人没有变速的话，他要顾虑到坐上来的速度啊。啊，你不觉得很快吗？那这是两人高速啊。什么两人高速这种？就是连两人缆车，他也愿意附上那个变速。加深观光，平成七年十一月，少年三十。总之我穿暖。好热，我没有穿哦。我刚刚不是把说我把风车穿起来。我在餐厅穿的、啊，我不是在外面穿了、啊、穿的吗？我以为你在弄东西，你都没有看。这里算是里面吧，左边算吗？不算，就是下面不行，那哪边行 ？Nature 的粉红色。这边已经把它拦出去了，就到这。对，就是这里结束。但是这里应该是那个我们滑过的那个绿线吧？不是啦，就是这是绕跑路。哦，对，这是绕跑路。这不是 nature。看到粉红色就说这 nature。哎呦，你是说因为那个粉红条条？对啊。没那么夸张吧？在上课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好像都滑过了。不错，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不是啊，搞不清楚。
至少缆车好像都坐过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们坐过最边边的两个椅子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缆车椅子。嗯，只剩那个圣火台右边的。哦，那个看起来很重，你刚说起来。我是怕时间太不够，但是实际上。所以你现在要试滑一次，试着滑下山。那就是只要在那边滑的意思了。不是不是，来不及了吗？现在2点。3:50，你是说最后你只要把它搞到？我是说你要不要，你要用来确认我们可不可以从上面下山？一定用不着确认啊，因为下山一定是下得去啊。我看你，我应该说看你有要滑到那一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就觉得哦，那很陡哦，很刺激哦。那个应该是还好。就跟我们刚刚那个，他警告你此处可回头，旁边可绕跑，那个地方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但是，不过 Nature 它就算是倒坏了。还是你要玩 Nature？ 我正在考虑啊。试试看啊。不，我应该是说，我觉得不求本血，因为接下来明天 Kilolo 是粉的，所以今天不粉没关系。我就是没有滑过有树的地方，我看我会不会撞树。你真的要吗？哦，我是怕动不了。真的要吗？动不了就不是而已。好，怎么不见了？怎么那里呀？这里的孩子啊，是他方向啊？等一下。卷起来了，收起来了。那我们去哪一条？我们滑过最右边，现在滑左边那一道。怎么只有一个空木框？没有讲说去哪里，但是那里好像要加。右边哎，右边就是我们滑过的地方。那我们就走左边吧，看要去哪里。冲了。
这就是刚刚绿线后来接起来的地方啊。然后我刚刚走过那，所以这次走这。然后前面那个牌子我只要慢下来，又接回去。好，我认出来。那最后最后，你想记得有那个要走的地方没有？在那之前想办法让冲的吧。你说十字路吗？对，右边就是我们来的路，往右走，往右走就是我们来的路啊。黑线哦，你要走吗？够不够不阿里？有馒头。是啊，要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才700公尺而已。而已，你说反正最后也可以下去。那下去啊。是吗？好吧。看看，就是这里开始就是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就这样而已呢。要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滑的、啊。看起来只有红线等级。是吗？真的啊。该下了吧，该下了吧。那边是有人挣扎的地方，还是你要过去？哎、欸，这里凹凸蛮大的哦。怎样？没有，那人家先。啊？人家先呢？啊，是哦。就好了。嗯。你要先还是我先？那么，你先好了。啊？你先好了。
没有。看风景，看风景，看风景。拍照啊！这里有松雪，好像没坐过，对吧？好，去坐。怎么样？变速。啊，就加速了。就是你看，只要那上面的夹子有上面有一个翘起来那个，好，可以压下去了，那就是。对，那是双排。那现在是夹紧状态。然后到了接近站里面，有个东西会压住它，然后它就可以换线。好，手到优点，所有的缆车都是快的，都有变速。哎，不是所有，不是所有。那为什么一开始那个很慢？因为就是给初学者，你给他快那么要命，你说运载的时候，其他运载的时候快跟慢对他们来讲没有差别啊。对啊。那为什么下面奥林帕斯区就那个都好慢？
奥林匹克吧。嗯，奥林匹克没错。帕斯，奥林帕斯。石头是相机的。哦，奥林帕斯哦。对啊。太阳出来了。啊？什么叫做？我们真的都有滑完吗？去检查一下地图，让我去看一下地图。哦。对，顺海。顺海怎么办？到了。哦，那就是坐过了，再去那边了。再去哪边？再切过去。这里下，然后切去哪边？啊，我刚刚问你有一个地方，我们就这样咻横过来，我们都往右边。我们路过那里好几次了，你忘了？两次啊。对啊。那你都是走一样的路吗？不是，这里路过两次，这里其实路过一次。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一条是我们经过的路。”是那个十字路口，我们一个方向两次，一个方向一次都走过了。你在那边说，哎，为什么不走那边？那边就是我们坐缆车上去的地方。看，那边 ，wanted， 现在是怎样？哦，那边放了一个网子，是怎么回事？网，什么网？网子，网子，他们在铺了。怎么这里人很多呢？怎么人很多？坐缆车站好像很像。哎。我们这是要坐那个、啊，那，你，哎，这里还可以拍呢。你没有发现现在看得到观览车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刚看不到？刚有看到啊，我刚叫你停下来在那个黑线看，就是也有这个东西。刚刚爬到哪边？我们那个在山的背后，所以看不到。好，拍一张。太好了，感觉现在海很多呢。不要讲话哦。嗯，我看时间，就是要不要去奥林帕斯左边，奥林匹克左边，2:22，还有1小时多。你说、有没有滑完哦？坐上去看吗？坐上去看，就坐这个盖子上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们是要进去的。
小樽的路上。其实我现在也可以看地图啊。有载哦。有载。随机呢？遵照挂钩的话，全部都会是挂起来的状态。色不想去，最左边的红色滑过了，中间兜来兜去的绿色滑过了，红线一半钻进绿色也滑过了，然后这一条下来也滑过了，这个中间下来那个垮垮垮黑色的没滑，对啊，没有垮垮垮是那个卡杯没滑，然后粉雪很多的是我们刚滑的。也滑过，然后十字交叉路，我们在滑这个要坐缆车之前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经过，然后坐缆车上来之后，从这里要切过来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为什么不走右转？就是这里。那第一次走绿线叉过来也是这里。然后现在坐的缆车，现在坐的缆车是哪个？哦，是一个盖子，所以。这坐上来之后，就说啊，这个来的太少了。哦，就刚刚那个吧。对，这左边也坐过，这条我们开啊，这边这整个线男女回转，所以大双雪是这一个。嗯，我们是女子大回转还是男女回转？应该是这个，因为是绿线到一半，你就说要不要来这边玩？嗯，对，这里是风景最好的。嗯，女子大回转。哦。大回转就是有一个说，你可以逃跑的那个逃跑，左边是黑色，右边是那个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沿着红色来了。对。对，下半节啊，还要我就想要看一下，那下半节我们也没滑什么啊，下半节就是回来的路，缆车线真的弯来弯去啊，好了，是一直线，然后他说。有个绿线，嘟嘟嘟嘟嘟下来，白滑过。我们为了进缆车站，我们坐过这个上来过。嗯。然后我们这个坐过，因为右边的圣火台。我们坐过这个，为了上圣火台。嗯。那这是圣火台旁边。难道是这个黑线吗？黑的跟红的都没滑过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目前这一区没来过，这一区都来过了，所以我们都来过了。所以要去那个逃跑之路旁边的女子大回转吧？我不知道哎，那边。不过刚刚的那个黑线其实雪很松，最左边有整块松雪区，但是有点小。哦，这个是我们不要来的，是吗？很硬的。对，那个就是什么卡杯，什么首屈一指的卡杯。嗯，那你是说等一下要滑什么？女子大回转要滑吗？刚刚是女子嘛？刚刚是男女，所以就是逃跑之路走靠左侧就是另外一个大回转。好，去看看啊。逃跑之路就是那个，等一下红线往前进，左边那个红线。三十几觉得很恐怖，现在30，就觉得搞不现实。这个是走过来拍照就要回去的嘛，只看到靠。
就这一条啊，就这条 City View Paranava， 然后它接下来就会接到逃跑之路。刚刚我跳到有点吓死，就跳太正了，脚有点，脚外缘震的有点痛，好累啊、哦。我们刚刚走了右边，现在要走左边。我走了。啊？我走了。四台风力发电，哎呀，我不是说左脚震的有点痛吗？那现在有鞋子绑自己的问题？不，也没有啊，这还好哎。上半部可能过了那条下线，下半部也是很肿的，有可能。那这样眼睛看觉得很肿啊，你再往下看，一点点。你要走吗？你还是持续走，我们比较不行。哈哈。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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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脚背震到很不舒服。啊，走走走，我先走。Yeah.
你好像渐渐的会那个，你对着我，但是板子是朝山上的。对啊。那我要在你上面啊。不是啊，你是用了这个方法慢下来的。对啊。要在，他是不是我们刚从那边过来的？然后他渐渐的把这个分隔线阻隔开来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他等到右边缆车不想放人上去以后，他就会把这条局线连起来，右边缆车就不开了。这样，现在局线先铺好，然后左边好像有人会那样子，他还可以去右边那个缆车，对啊。那我们走左边吧。啊？我们再怎么滑都会去右边啊。我们不可能滑到左边以上，他是把人围到四人缆车为止吧？一直休息啊。对啊，不行。我不能在这样勉强啊。嗯。啊？我需要检查。啊，跟检查无关，是不想用力滑。用力滑脚会震，这样。对啊，切是也可以啊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嗯，好了。那就走吧。那现在要去哪里嘞？就好好去看看喽。就说就一路绿线下去那一区的话，但是下去还要坐上来吗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就先下去管他的。好，走。这个箭头是这里，是这样吗？好，先看那个人，先看那个人，这里有一个人往下冲，搞不好他往内接近来也不一定。没有耶，那里可以过去，他往多远去了？看看看，还在往下。
还在往下，应该直直往下，先直直走好了。是坐回去的意思呢？哦，有了，我看到了，右边往左转。好了，走吧，慢慢的立线。而且前面有个明显的下坡，我可以停在这里等。好的。1.5公尺高。开上来的话，就是在下面走吧。
我看我们刚好去再回来就差不多，去，然后上去又回来，然后又要上这个，上那个慢的，然后滑回这里，刚刚好完成今天，走吧。够了吗？哦，够了吧。哎，人都跑光了，学生都逃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有点想。哦，我也有一点想。我知道，这个就是慢。慢，光做这个就够慢的了。慢。哎呦，那你说这个怎么发动作呢？啊？动作慢，他没有变速。啊，就这个。都滑到嘛。嘿呀嘿呀嘿呀，好，这两个是游客吧？拿着相机，两个一起拿相机是要拍什么？不知道。还是拍小孩？这里有在上课，拍别人上课。这确实是超缓教学波，超缓。这火台好没气势哦，真的很像一个缆车站。鸟头？什么鸟头？往右看的鸟头。那我比较像长颈鹿。而且它那个四台一起动的那种。关掉两台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要靠那个拉上去，最后一班能赶到那个就算 OK， 没有那个就有一个小北兰的方法，但是他的巴士好像也在上面，所以没救。小北兰的方法就是从那里坐巴士上去上面再滑下来。但是要能坐到巴士，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回到车子上。最后还是也不能回到车上，我想尿尿。对啊，不要回到车上之前，那个森塔就可以尿尿了。嗯，中文教学是那个人吗？对的。没有，是站着的那一个在教学。不是。说要用两只手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转半人，他在教。诶，这是一对一耶，好，他说这样就可以这样了。教练很快速的就绕跑了，他还在心里做那个调试，转下个半圆。身体往上，上半身有往后抵抗的感觉，这个没有比较没抵抗，但是要慢慢的讲，看对方能不能听进去。很多球滚下来的痕迹。这样子是说雪可以那么高，然后上面其实是压过的，现在被滑了。
滑软的，早上的话是一条条吧。膝盖就中伤，就掐一下，那个速度不行，于是就掐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しっかりだぞ。哇，太低。嗯，今天有太阳，只要亮吗？是馒头哎，右边是你的，都一样。再拍一张。所以他这样围起来，我就会觉得没有我横向减速的地方。就是全都是馒头呢，哎呀！很好。恐龙哦，你是要叫我看恐龙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想要去上厕所？室内窟？你说那里吗？室内窟。我看现在几点了？两点五十，
就是现在一路去着要去尿尿的地方，然后差不多也就是收工的时间了。哎呦，你别这样子啦。没有，我不是抱怨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就算是全力以尿尿为目标，拉的那个次数刚刚好，就跟回到终点的意思一样。怎么可能？太早了吧？哦，早一点没关系啊。太早了。OK 了。你脚会不会痛？你想要收工吗？嗯，有一点。再忍一下。有一点想，就回去，回到那里就可以收了。太早了吧？今天只滑四小时，还那么少。啊，是啊。嗯。但是让脚休息啊。换你的。对啊，我脚震到，我不想用力滑。他刚这个很用力吗？刚那个还好，就是他那里就是刮冰声音大，然后逃去软的地方之后，两个弯下面就不抖了。不然滑这一道，这道没滑过。啊？它是怎么来的？从右边下吗？那这样就变成这一道要多做一次。唉。为什么隔三道？什么隔三道？就是刚那个波为什么要隔三道？不知道。隔出来感觉是增加难度。变很窄。对啊，那个大回转我们就管它的硬切。都看别的上。偷看别的教练课，看听他在讲什么的。喂，哦，这是在教小转，中高阶课。很强调啊，什么屁股不能太后面吗？腰不知道怎样，腰就是腰啊，多少腰应该是，就是在那边微调腰的位置，真是太阳。那个怎么很像是云霄飞车啊？哎，难道我们不对啊，方向不对啊？那个在哪里？观览车在哪里？奇怪，观览车不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吗？理论上云霄飞车要跟观览车在同一个位置啊。这里在干嘛？他拿个一个暂停啊？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还在看。其实这好像不是真的馒头，这是松雪区。刚刚我们觉得那上面疑似馒头，有啊，不是疑似，真的有一些。注河流注意。有右边吗？往右。怎么感觉进了游乐场？对着他吼。他会往右转吗？
等一下，你说我们不该滑那吗？我们是这还是那？没有，那里就切回去刚刚那个啦，先直走好了。那就滑一次这个，是，他往前骑。教练在讲什么？教练在讲压钢鞭。我压不到。我试试看。有，有，你刚刚后半部有，一开始转的时候叉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钢鞭横着这样，继续哦。前面正中间那个买的是季票，是啊，没有知道，它上面有照片。他这个还附帮你拉缆车和，不要撞太重啊。这个有，这个也没有变速，他都帮你拉一下，就轻轻的节省。好了，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也想尿尿。3.5分。尿尿尿尿。我们也可以去上面尿尿。上面尿尿，没有啊，我不觉得时间没到，很可惜啦。而且你想想看，也没有什么三小时见。哇，什么三小时见？就是说啊，那就觉得只用到多少不划算什么的，好，也没有这种事。四小时可以了，已经比一日见便宜了。怎么有对讲机的声音？讲话。他每一个都要先讲解，讲完之后。他是都把爸放下那时候。哦，你说后面有翘起来，他们都有放。好，接着偷看前面这个右边这个班，这个班是小转班，然后左边那个班是钢鞭班。
到教练滑的好无声哦。这个。看这个。其实我看不出来谁厉害谁不厉害，感觉都有压钢边啦。啊，接着看右边会出发，左边出发，看这个钢边班，它的速度没有到，所以它比较接近摩擦，它速度没有出来就开始想试着这样跑。一直往上爬是这样，他要出发了，小转弯。好，这个钢边翻，速度出来以后，一半摩擦，一半钢边。如果上半身太朝山上的话，朝的越重，摩擦越多，钢边越少。虽然角度我翘起来，但是因为那个没有一个重心去压住那个板，所以没办法让轨道航行。这个是熊脚印吗？瘦瘦长长。对啊，不是人脚印啊。等一下不会碰到什么山猪啊。这里不会有山猪的，但是看到这真的很像鹿。刚刚那个下来的绿线，你有看到鹿招牌吗？没有看到鹿的，有熊猫，有什么？有啊，有小鹿妹在左边。这里说，爸还不要放下来啊！这一个，他说那里才放下来啊。安心吧，哦，阿杰的古大仔。都要跑回去。哎呀，也只能这样。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，再来啊！好像有吧？你去吧，你去吧。真的很漂亮吧？嘿，手一拿下来就是冷，就是虽然没有风，但是不用。而且在等后面那个走掉。好。啊？不用吗？不用吗？好，走。这个人这样子拿板子，一个不小心就变攻击板。
等一下，啊？你说有厕所是不是？哦，那要不要去？啊？欸？你是说这里就有观览车？对啊，我是从没有去过这里。好，我们都有坐了一个缆车，我们都有坐了一个。啊，停车，我看到会有厕所图案。哦。哦，找到观览车了。原来如此啊。而且这个也没坐。嘿，很好，那就。关了没？